体育消息来看，台湾正大雄鹰的林敢廷参加到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选秀会，是这一届唯一的台湾人。在头一轮第三顺位就被北京控股俱乐部来选去，也创下在台湾读册读大学读四年 ，UBA 四年了后，直接拍入去 CBA 职业赛纪录。23号的钟丽翔得分。转换快攻起飞灌篮，正大雄鹰后卫林彦廷伫咧学校期间帮助正大摕到 UBA 队史头一个冠军，佮完成三连霸。有正大航空外号的伊，七月初是退出 Plus League 的选秀，改去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选秀会，嘛是即届 CBA 选秀会唯一一个台湾选手。穿西装，林彦廷是亲身到 CBA 伫咧中国成都的选秀会，真紧张咧等待。林彦廷，第一轮第三顺位就予北京控股俱乐部选去，成为即届的探花。林彦廷写下伫咧台湾读大学 UBA 四年了后，直升 CBA 职业比赛，嘛是胡龙茂、陈盈俊、周怡翔即挂人以后，历史上第九个伫咧 CBA 入选的台湾选手。好，谢谢你。高中就设定目标，希望去挑战世界一流的舞台。林彦廷感谢这一路帮忙的人，即马亲像摕到兑现梦想舞台的门票，会更加拍拼把握机会。选秀了后，会甲雄鹰的总监来甲球队讨论合约，了后回来台湾继续个人训练，完成补充兵役，嘛好好来培训人。记者邱新志明综合报道。